奖牌，有几块是我自己的，然后有一些都是班里面运动会，因为是体育班嘛，然后运动会基本包揽所有金牌，然后在闭幕式我就把大家金牌拿在一起，然后一起上台啊，因为下面很多人在看嘛，然后一上去我就，因为背了太多金牌，虽然拿衣服遮的，但是还是有点憋不住想笑，兴奋，然后刚一上台脱衣服的时候，下面就是尖叫声，因为这种就是这只是一个。友谊的比拼吧，就是运动会就是友谊嘛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然后不分一二三名吧，我就觉得就这样想，因为我们是专门练体育的，他们有个别文化的这种的话没有办法比的，所以就想大家一起上来，大家都是第一名。